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我们的汪达与巨象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要直接讨伐第二只，直接讨伐两只啊，就是总共数量是八只了啊。如果这两只也打完了，那就是八只巨象了。我们就离这款游戏呢封片的时间也不久，也不远了，好不好？也不远了。啊，没意外就是16只巨象打完就结束了啦，让你们看看结局就可以封片了，是不是很棒啊？然后又有别的游戏可以给你们玩，不是，又有别的游戏可以给你们看了，对吧？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我们现在也不讲那么多啦，直接往这个准星出发。啊，上一集内容讲过呢，这一只巨象它是位于水中的样子。好像要打水蛇，是不是？在哪里？哇，这边歪掉了，在这里。那我是不是要直接跳下去比较快啊？我想要怎么下去这个地方？我记得我们曾经下来过，对不对？从那边下来，然后跑过去吗？它是标那里，我觉得应该不是这边的海域，我觉得一定又是对面。而且下面这个洞，我们之前打的巨象也打过了嘛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我们有去过嘛，对吧？我记得有去过啊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来看看了。我们现在人在这里，对啊，这只巨象已经解决掉了。我们还有最左边啊，去看最左边好了，不管了，来吧，来看一下最左边。哎呀，这只马真的是很傲娇，不是傲娇，很难操作，傲骨啊！不要那么傲骨，好不好？听话一点啊！该转的就时候是转，不要给我反应慢半拍，在那边啊，受不了哎！只能走这里了，路标这边。哎呦，好像从这里穿透了哦。然后往右边，左边是错的。我们往左边的时候没有路可以走，这里吧。我决定了要冲这里。哦，我好像走出来了。对啊，这里我曾经来过啊。哦，这边呢？这边我没来过。哦，感觉是这里哦，感觉到了，感觉到了。这边好壮观的遗迹，要越过。来，我先下马，不管了。到了，哦耶，终于找到了第七只巨象，在哪里？应该是在水里。那这个要怎么攻略呢？又是一件难事了。来吧，我随时奉陪。我们先站在顶端，看它会不会出现。而且上一集看到那个石像，感觉好像是一只巨蟒，蟒蛇的感觉。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夭壽啊！年轻人不要太冲动，该不会要再去那个平台吧？什么都没看见啊，要跳下去吗？哎呀！果然要掉到水里才会有东西出来，感觉出来了。他正在虎视眈眈的看着我。哦，哇哩咧，这是乌贼吧？会发电，会发电的巨象，你敢信？不对啊，你会发电，我怎么靠近你啊？
这是鲶鱼，不是蛇啊！鱼龙大哥，鱼龙大哥，不要！我干，好大只！完了，这个要怎么打？这个要怎么做啊？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啊！拿弓箭射他吗？他会触电呢，而且弓箭可以渗透水里吗？不可能啊！水里要怎么对付啊？天方夜谭啊！沉下去看一下。哦，哦，碰到会不会死掉？哎，我除了这样之外，我不能再往下游了啦。不是这样玩的吧？这一关要怎么打？谁能来教我一下吗？哦。他会翻一下这样子，哎，哦，那尾巴出来了，他会来一个翻这样子，那我在水里闭气插他，你确定 ？Are you sure？ 不过已经先证明了弓箭是没办法穿进去的啊，咱们的弓箭无效啊，弓箭能射到水里啊，除非啊。你是大力士啊！冲到水里的缓冲，你哪受得了？马上就减速了。然后眼睛是蓝色的，是正常的。还是要等它翻一下。哎，我的箭都插在那个水上面哎！我要等时机一点好了。给我滚出来哦！滚出来哟、哦，大大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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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在干嘛？他不动了，突然不动了。哦，突然不动了是怎样？哎、欸，他这上面有毛哎、欸，是真的假的？那个毛可以抓吗？一个翻身，一个翻身。哦，被电到了！哦，攀爬巨象的尾巴已经提示了，多尔明看不下去了，多尔明看不下去了。好的，我会了，谢谢你的指教，感谢你呢，多尔明，让我学了一课，但是我会被电啊。有没有别的方法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！他都不翘起来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啊？快点翻一下，翻一下，翻一下你的尾巴，速度有没有希望呢？感觉有望哦。他上来了，他上来了，在水里真的好好难处理哦。上来，上来，上来了，顺着这个地方哦，有了，他准备要往下，他的尾巴会上来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闭嘴啦，上来，上来了，上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个屁呀、啊，怎么没有？哎，刚刚不是往下吗？大哥，给点脸啦！给点脸，给点脸！怎么办？他越沉越底了，完全不想理我的意思、欸。哦，又游上来，又游上来了！可以拿刀在水里攻击吗？不行！尾巴，尾巴！
哎呦，那个电，那个电，先闪开，先闪开，先闪开。哦不，失败了。No， 失去良机。我游太慢了，我的错。好啦，我知道啦，我正在做了 ，OK。别吵啊！不要啰嗦啊！少啰里七八嗦了你。要怎么做比较好做？站在平台上面。好，又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略过这个电流极极棒啊。这极极棒有威力，有点不同，非同小可啊。先闪过 ，Oh my god！ 又被电到，又被电到，没关系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我成功了。完了，在水里怎么玩呢、啊？重点，我已经抓到了、啊。BGM 换了，但是我不能前进啊。他动了，他动了，还要等水浮出来的那一瞬间做攻击啊。可是我现在连他弱点在哪我都不知道、啊，尾巴最尾部吗？时间在，好像不是这里哎、欸，我、哦、靠，大只啊！不是尾巴，不是尾巴，我们要设法掠过三个电柱子，在水里跟寸步难行。哇，在水里我就不能跑了，等他起来的那一瞬间往前移动，不然我会被冲走。呜、哦。弱点在哪里？哇，他触电，他触电了，他发电了，他发电了，用爱发电，用爱发电。哦，在这里啊！有刺到，有刺到。哇，这个符文没用了，下一个。哎呦，不要电我，不要电我。好像每次下去，他这个电就没了哎、欸。来来来，吃现在。有，然后这个也坏了，这个也坏了。哦，我会玩的，我会玩的 ，easy easy。下一个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攻略法，下一个就是头了啦。可是他在里面潜好久、哦，要不要露出你的头来啊？完蛋了，他完全不想要露出头来的感觉。我快要没有氧气了，你这个贱人！我又要被打回去啦 ！No， 大失败，体力没了。他要去哪里？他要去哪里？过来，他现在只剩一个地方电有电量了，其他都没电了。等他探出来，等他探出来。他应该也怕的吧，不肯上来的吧？他叫了，他叫了，他眼睛泛红了，他生气了，他要攻击我了。不要！哦，差点被电！尾巴快点，尾巴给我！有，再度拎上了。没关系，我现在有这些力气，我就等你上来。啊，等你上来，上一波。上一波冲刺，快点快点快！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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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水中算什么？我要终结你，就是你的。哎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没伤害啊。弱点应该在最前头啊。抓！可是他血还好多、哦，感觉没那么容易哦。我觉得没那么容易。哦呦，不要电我！我抓，我抓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趁现在，趁现在下去！哦，一个叉，剩下另外一边了。他有两个，他有两个符文啊，这个头上两个符文啊，去死吧你！哇 ！Oh my god！ 去死吧你！还不死？我要拍照，抱歉了，要结束了，靠杯哦，哦，差一点。终结，我终结你！你干嘛啦？你也讨嫌乱啦？他根本就是不想让我爬过去嘛！我很会哦，很会哦！大家一起来嘛，摇头丸嘛，对不对？不要闹了，我求你！只用爬的了，早知道不要拍照了，该死了！拍照的后果，没关系，撑着点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他不到上面去了，我完全没办法扎他，我快没体力了。不是吧 ？Oh my god！ 早知道不拍照啦！啊！要准备掰了你，我已经快到你的头部了，终结一切！哇，干，别闹了，大哥，靠，别一直这样，我怎么玩啊？再插一次，插一次，完了，他往下潜了。再见 ，yes， 大成功，雷光波纹，成功获得订阅数。Oh my god， 好难的订阅啊！以后做 YouTube 会不会订阅这么难获得？大家都不想做了，有没有？来吧，快点附身在我身上啊！还要等多久？嗯？嗯？啊，这次怎么没有黑黑麻麻的东西要冲我啊？没有黑黑妈妈东西哦，有有有，刚讲而已就被刚了，去了，又是一个轮回的感觉。这样子我有几个观众？七个观众了，累积七个，累积观众数七。哇哦，鹿仔中可以继续，直接略过。下一个敌人是谁？通通出来！被封闭于森林深处，铜底的尾巴。阿克斯。
岩壁爬行的黑影。哇，壁虎，你可能是壁虎哦，我觉得。哎呦，神殿哦，越来越接近了。越来越接近了、哦，那怎么过去啊？该不会要游过去吧？我觉得游泳很麻烦欸，我真的觉得这游戏的游泳真的很麻烦，不好做，游太慢了。走这里比较快吧，这个地方不需要游泳，太棒了。这边吗？哦，到了哦，神殿哦，感觉好刺激哦，会是什么巨像呢？哇，这个巨像很有钱哦，住在这么高档的这个神庙里头。你看那只可怜的鱼，那只鲶鱼居然住在那种奇怪的地方啊！你却住神殿，你这样对吗？我们要想办法过去哦。我会，反跳我会，好上来了，还好啦，这只不难找啦，鲶鱼的比较难找，在海里。到了，哦呦，有动画。他被关在里面。哦哦，这是什么？好小只哦，那代表说他动作敏捷哦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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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怎么下去啊？感觉没有路可以下去耶。从这里跳下去吗？我觉得从这边跳下去找死欸，我直接拿弓箭把你上来好不好？你给我上来！有了有了有了，他上来，他上来了 ！Oh my god！ 哦哦哦哦 ，shit！ 哦，这家伙会发迫击炮啊！我第一次遇到会中攻击的巨象欸，去哪里了？他去哪里了？哦哦哦哦哦！哦，唔汤唔汤唔汤！哇，看到了，在他的背部攻击，砍得到吗？我砍，我砍，我砍！我觉得是要拿弓箭射哦。哎，不见了哎。哎，你不动了是怎样？哇，什么东西？麻醉弹是不是？他掉下去了。他翻肚了。暂时性失忆吗？他是睡着了是不是？又起来又起来了，会睡着的巨象。我慢慢射没关系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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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打我啊笨蛋！打我啊笨蛋！打我啊！哦，该闪了该闪了。他应该会又会爬到这边来。然后拿弓箭射的样子，等他爬上来，感觉来了，感觉来了，在哪边？来了来了，符文呢？靠，要射一射又掉下去了，我觉得只能用这种方式打了啦。我觉得真的只用这种方式打了，趁他翻肚的时候攻击他。找到了，
下去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还不死！哇，来动，来动，他起来，他起来了，搬了，搬了，搬了，往上跑，他攻击我了，卖啦！我的错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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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去，上去，哎呦喂，要死我！来这边，这边，看到我了没有 ？Look at me！ 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爬上来，爬上来，爬上来！啊，把你看我，把你射下去。其实这只不难打、欸，只是我太拖台前了，我只一直很想拿弓箭射他的肚子而已。快来吧！他爬兽边了，白痴哦！你是眼睛有问题吗？明明就不是那边，没关系啊，这边我也是可以的。下去！哦耶！哦耶 ，baby！ 你准备要接受我的洗礼了吗？等一下，你醒来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靠背啊！等一下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再给我一点时间会怎样？哎呀！他醒来的速度变快了、欸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哈哈哈！妈的，这次我就要把你解决掉，这次绝对。来不及了你！哎，弱点在哪里？在这里！呀！再一下，最后一下 ，yes！ 终结你蜥蜴大哥，征服竞技场。哦，其实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不简单啊。第八只了吧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第八只。好像是那个女生在讲的话、啊。有点不太一样了。第八只巨象打完了，他现在这样，哎、欸，醒来了？这不可能吧？醒来了？这是我的梦境吧？这不是真的？对，这的确是梦境。莫娜，我的观众好多、哦，嘿嘿嘿嘿。哎呦，爆了！哇！我现在有八个观众了，怎样？厉不厉害呀、啊？八个订阅数，厉不厉害呀、啊？我超强！我感觉我身体越来越虚弱了。别担心，我的安娜达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在八只，相信我。我们就可以团聚了。哎呦，白发苍那个好苍白哦，都没有血了。哦，多尔敏说话啦，我们的上帝，干得好，这样子啦。下个对手，无法孕育出雾林的大地。于洞窟静静沉眠的巨象，哦，正狂暴苏醒。下一只了，哦，终于结束了。OK， 啊，
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两只巨象讨伐完毕了哈，下一集就是第十只啦。那差不多啊，依照这个进度来看，以此类推，大概都知道，大家应该都会知道是第几集会结束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差不多在结束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小坏笑，帮六四老头。我们下一集王打巨象再见啦，拜拜呀。Yeah!